各位这个朋友我想咱这个高高高连线吼，一个给我上大的认同就是讲，咱一个玉山国民馆吼，爱当予咱伫这个空间呢来发表咱的一挂看法，来讨论一挂这个公众的议题。我想卢副总统吼，伫下任副总统了后呢，伊就继续来办这个玉山周报。咱常讲台湾的这个媒体呢。咱那个需要真大的一个努力吼，咱希望讲咱台湾的这个媒体的生态，有哪会当得到一个正常的发展，啊，有哪会当得到一个平衡吼，安尼咱这个政治也好，还是讲咱的社会也好，咱才会当呢追求一个较公平的社会吼，所以当然这个各国连线吼，咱的玉山公民馆。我們在這次的這個競選的中間，給我們很多的意見，把開在這個頂面，和我們的這個社會各界的共同的探討，我想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意義，因為這個選舉，這是一種手段，我們要通過這個選舉，來討論這個公共的議題，讓我們的國家，讓我們的地方可以進步，可以發展，讓我們的公益心理，可以來得到一個點點，感謝我們大家，謝謝。祝你们。